坏了，打卡剩一分钟。哎，没见过他呀，我怎么莫名其妙就跟上去了？你问我后来，后来迟到了呗。Later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新来的同事菲菲，这位是我们的后期小哥哥阿西，以后你就跟他搭档，他能力非常出众。这剧情我是不是在哪儿看过？好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金哥，这个怎么弄啊？谢谢金哥，晚上有没有空啊？我请你吃饭。等一下，万一我经受不住诱惑怎么办？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女朋友还在家等我吃饭。那要是接受吧？哎呀，新哥，你就陪陪我嘛，新哥。好像也不错。以后请多指教。老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变态。The next day。还好兄弟家在这里，不然今天真没有裤子换了。快点啊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！现在真是不能吃海鲜。Later。哎呦，您倒是快点进来呀、啊！哎，怎么是他呀、啊？哎，菲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好巧，你也在这儿啊。我来找我朋友，有点事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不小心按错了，怎么取消啊？你再按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是这样吗？还是我来吧。他怎么又多按了两层啊？你脸色不太好哎。电梯怎么还不到啊？